玩个游戏怎么还生气了？老妈，一句对不起真的就该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吗？至少我是做不到。探是一位忠实的 MC 玩家，但同时也是个癌症晚期患者。热爱 MC 的他就想在最后的时间里打造一座没有任何限制的世外桃源，让每位玩家都可以在这快乐生活。而这个想法也得到许多玩家的支持，很快服务器就迎来了辉煌时刻，最高峰足有百人在线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因为服务器不进岩浆和 TNT， 熊孩子 Demon 的到来毁了一切。他带领破坏军团对这里大肆拆家，城市瞬间化作一片残骸，凋零遍布，岩浆满地。但为了坚守着最后的热爱， Tam 还是决定在百万格之外重新建成。但很快 Demon 又找到了这里，新的家园再次被摧毁，老玩家心灰意冷，纷纷退游，只剩下 Tam 一人一蹶不振，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后来有一天 Demon 上线了，这个摧毁了世外桃源的罪魁祸首看着眼前自己的杰作，留下一句对不起再见了，便从此再也没上线。